际友人吧。这份心意大家同意当头，这是送给我们直播间的，送给我们直播间的。虽然我自己拿着它捧着它，这是带大家收下了我们非常有寓意的这份礼物，贵重的礼物，我一定会好好的去呵护它，带大家我们好好的呵护它，我们人人有一份。只要点红心的朋友们，我们国际友人的祝福都会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显示出来。借助我这张发开了光的嘴，一定让大家鸿运当头。朋友们，一定让大家鸿运当头，幸福安康。